现在我们开始公布榜单第八名。榜单第八名是放我的歌，感觉很神奇。雪什么的，你怎么都知道？没有听这个，我有听，但我没有记啊。他声音很有辨识度。第八名，启悦，活着。之前没有怎么出过歌，然后这一次是第一次。我擅长的风格就是悲伤一点的流行歌，我有加我自己比较独特的唱法在里面，显得比较特别一点。我觉得他歌写得很好，旋律的走向非常诱人，很有感染力，这会是一个很好的作品。放下手中酒杯的时刻，催促旁人离开我身后。我恭喜创作人启悦直接进入下一轮。大家都还不知道我的真实的实力在哪里，然后我就进入到下一轮，肯定我的压力还是很大。启悦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他有很多很多唱法上的细节，你为你自己写歌，你就要知道你自己唱什么是最好听的，我觉得这就是成功之处，不管他是从哪一个方面抓住你的耳朵的。我还算比较内向，所以我从小就喜欢把我的情绪都写在歌里，所以我的特点就是特别能写。